我在帮他们理清头绪，我觉得他们的婚姻还很好。咱们法院能不能不要走？那我们法院还能怎么样？人家本来就是要离婚的，已经过不下去了，你非要把两个人又凑到一起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么做良心上不会痛啊？我良心不会痛啊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天天的啊，吃火药了吧你？姐，我来告状了啊！我给人夫妻调解，想避免离婚，他阴阳怪气的问我良心痛不痛？他干嘛？我耽误他装逼是废了？那他好端端的为啥对我欠他钱啊？他爸妈出了点事儿。你方便和我说什么？小红书。